城百姓超级有戏，这里是四川成都。大家好，我是川剧演员王子豪，今天来到了我们美丽的文殊院，这也是我们的旅游景点之一。今天就跟随我的镜头，给大家感受带来一种成都不一样的过年的氛围，我们走起。这原来是一个广场，然后把它打造成了一个文殊集市，合集了我们成都的很多非遗的项目。啊，这个有意思啊，积木是四川成都的熊猫。成都这个城市啊，有很多的美食，火锅呀、串串啊、烧烤呀都非常好吃。那么文殊院也云集了很多的小吃。我们来到了这个文殊院的洞子口，张老二凉粉，它的蒸水饺，还有凉粉儿，还有甜水面，都是我们成都的名小吃，是非常好吃的。这个采耳啊，也是成都非遗文化，麻酥麻酥的，用四川话说就很痒，然后很酥，很舒服。来到四川成都啊，就一定得看我们的四川川剧。今天我们来到了位于文殊院的蜀艺剧场，过年期间让我们看一看有哪些精彩的剧目正在上演。来到茶馆啊，就得点上我们一杯成都的盖碗茶，边喝茶边看戏，这才是成都安逸的生活。